我是观光列车长，2019年9月19号，台北捷运，桃园机场捷运，开往台北站的直达车。恭喜啊，台北站到嘞！台北站到。9:18。白色的是开往台北站的直达车哦。由204。203编组。开启车门。台北站的直达车到了，若小明跟马大明多多替我们打气，两个支持就能，拜拜。开往台北站的直达车。若小明跟马大明多多替我们打气，两个支持就能，拜拜。台北站，台北站的直达车。好久没有搭那个桃园机场，然后等一下会开往那个机场第二航向，本列车开往机场第二航04哦。好，就这样，拜拜。9:30。